最近有很多网友戏称，试问刷存在感哪家强，日本防相稻田忙。日媒称，日本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敲定了9月13号的访美行程，将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商讨自卫队与美军合作。这还不算，之后稻田还将亲赴南苏丹，为自卫队执行新安保法赋予的驰援护卫等新任务踩点，真是为了推行安倍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操碎了心。其实日本自卫队意图走向世界的算盘早已打响，国防经费一年高过一年。美媒称，2017年日本国防开支可能超过510亿美元。日本一方面处心积虑给自卫队铺路，一方面总要卖力插手南海，花样层出不穷。在东盟峰会中，日本重申南海立场，称需在仲裁裁决框架内解决问题。此外，日本还拟向菲律宾提供2艘90米级的新巡视船，并出借5架旧的 TC-90 型非武装侦察机。